那个钱呢？英国的钱，这个20p，这个50p，跟住1磅，一大啲嘅就2磅。keep 都要 keep 住啲散纸嘅，因为有时入标啊，有啲地方可以用卡，有啲地方一定要用大饼先可以。先可以入標嘅，咁有啲地方用大餅又冇得找續嘅，入幾多冇得找嘅，有啲有得找，有啲冇得找。咁呢個有時要車超市，超市用嗰啲手推車咧，都要用1磅嘅，要用1磅嚟攞車，用呢啲車嘅1磅，用完就可以攞翻走，用完咧拆翻就可以拎翻1磅走。